好，决战北风北，今天是24000，哦，我们上一局是32000，那你加5000，因为是种子，加5000是29000，但你两把牌赢他，你是24000，待会跟我决战北风北，好不好？好，努力一下。我是希望你赢了，因为我这样省5000呐，我压力少5000，哦，但是你一把比较容易嘛，对不对？是也是。好，来，开门。加油加油。 没有连装嘛，没有用。没有，没有，使出。你看两家的牌。我们先看表弟的牌。还可以啦。看 Rene 的牌。来，出赛。左手，右手。啊，右手，右手，右手。对，10000。9条。3条。9条，4条。8条。11张。7条。9条。小鸡。3条。甜哦。很甜吗？小鸡。小鸡真大块。嗯。哪里有小鸡有？一笔。6万，6万。7个。哎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吃是没问题。嗯。9万。奶罩。换一个。8万。起床。2万。3条。4万。8笔。7万。6条。起床。QQ。2条。4条。5桶。表弟都没吃到牌，3条，是门清。拼门清一摸3吗？我也想吃。QQ， 来2万。1万。三角裤。调准年龄啊！1234567890，全出来了。1笔。
看这样子，两个人都垫牌了，抓一张打一张，抓一张打一张。六万。麦当劳。二条。只剩下万子跟饼子。九条好汉。条子都臭。八饼。自摸。QQ。三个桶。自摸。好。自摸来牌倒下来。两个字的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对，而且这张是四七饼，很好。好吗？好难呐、啊，好难呐、啊。他开始你妖姬不打的话，你搞不好也找糊了。你妖一开始妖姬打坏了，对，要不然他找糊了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是一平哈，一人各一把了。来，我们的终点战，好，决战北风北的终点战，谁赢了谁跟我对决哈。好，来，该瑞内庄家，开门，六出。他娘家的牌 ，Rene 的牌，来，表弟的牌，应该还可以吧？好，我们请出菜，一饼，摸牌，三万。二条，是，拿进来。等会儿，九万。三条，吃一个，谢谢。四饼，吃。七万，大声了，表弟，七万。七股万，九万，奶罩，六饼，小四个万，三万，起床吧，没起床，吃饼吗？三饼。二万，五万，双截棍，六万，小鸡来喽。六万，嗯，都是万子，起床，QQ， 八个桶，四饼，再来一个，
娃，总统府，国庆日要到了，还是过了？快到了，交兵，努力努力，谢谢大家，自摸了，娃娃，好，娃娃可太漂亮了，可是。这么久才出来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哇，17万，哎呦呦呦，哇，我的妈呀！好了，功亏一篑，啊，这个终于还是我们的表弟获胜。来，29700跟我的决战北风北。好了，恭喜表弟，哎呦，哇塞，啊，这么大的块头啊，一个压三个，啊，厉害了，啊。这个今天很可惜啊，我们这个上次赢了34900啊，一扣啊，啊推推啊推推推推来了啊，送你们三位营养全面升级的养生机能蛋啊，啊补脑补眼补手气，好来29700开门，8点，好决战北风北，看两家的牌，好先看表弟的牌，我要拿钱钱，表哥的牌。出赛，好，请出赛。3条，9饼，吃一只。9万，9万。8饼，吃。2饼，3条，还有3条，再一张，你要吃吗？2万，吃。6万。应该不要吧，谢谢奶哥。哎，两小心机，8条，没事吧？抓牌，9万，4万，感觉很好吃哎。竹筒，哎，怎么又抓这个来？1条，谢谢奶哥。6147，刚刚转。听3张147，他摸5饼啊。嗯。他摸1张6饼。我摸6饼。他本来听对倒啊。对啊。不是，你为什么不吃4万呢？因为我想说，三哥为什么不吃4万呢？4万，我怕3万有危险啊。你刚打了6万呢。对啊。对对什么？因为不是，因为那4万吃了要听5、8万啊。嗯。对不对？嗯。从来没有这样打的啦。啊？怎么打？没有这样打的啦。哎。没有这样打的啦。对啊。这样打对不对？摄影师啦，摄影师没有这样打牌的啦，好不容易耶，这牌刚打6万，对不对？吃4万打3，很正常啊。对啊，我就知道他手上有3万，他在那边讲说，哎呦有毒有毒，我知道他有3万，
所以他守得很好。换句话说，守得好了，还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运气很好。我怕就是要掉边张三块。一四七名也落他的。哎呀，搞坏了。赵牧师搞坏了，我搞坏了，为什么是我搞坏了？没事没事，来，恭喜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，29,700，哇，两级保了我们快7万，来来来，好明呢，啊，今天很可惜，啊，打到决战北风北，啊，不过他赚到了啊，对不对？几颗，啊，赚到34,900，啊，可惜的是，啊，什么乙烯，乙烯啊，来这边。展示一下身材，什么都没有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！好，观众朋友，赶快下载挑战吧大神 APP。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上脸书粉丝团报名哦。谢谢收看，晚安，拜拜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。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